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给金教授帮忙了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们这……他怎么又生气了？为什么呀？谁知道呀？哎呀，你赶紧想想你模特怎么办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能怎么办啊？去找金教授磕头认罪呗。哎。张师傅。你怎么跟模特说的？他很坚决地告诉我，他不会来的。用脑子。我去！我。雕的真不错，有事儿？我是想说，我的衣服湿了，在电风扇前吹了一下就干了。要不你把你的给我，我帮你吹一下。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对你怎么样，就是觉得把你弄湿了，挺抱歉的。不必。三个呢是我们班最热爱雕塑的，所以我要给你们找一个锻炼的机会，啊，你们看看感兴趣吗？谢谢老师，我非常感兴趣。我还得为考试做准备，哪来的时间做项目？可是如果拒绝，会不会给金教授的印象更不好了？你们两个呢？老师啊，我觉得这个机会实在是太棒了。但是我个人能力有限，我怕拖大家的后腿，要不我还是不参加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，懂吗？再问你一遍，你去还是不去？那我去，我参加。哎，以后就麻烦老师了。你少给弄得一脸悲壮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项目是你们的大四的师哥师姐负责，你过去能学好多东西呢。再说了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兼职来看呢。项目结束以后有3000块钱奖金。嗯，谢谢老师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师，我想先回去考虑一下。你考虑什么呀？你是觉得能力不够还是怎么着？没有，我是有个兼职工作，现在还没有辞职，所以先回去协调一下。儿子，妈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？我不会退学。你说你读一破雕塑能有什么前途啊？这跟泥瓦匠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精心培育你就是为了让你去做泥瓦匠啊！真的是，做律师有什么不好的？那再不济做金融也不错呀。怎么就非要读个什么破雕塑系？妈，没什么其他事儿，我先挂了。你敢挂试试？秦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退学回来重新高考，这个家你就别回了。你以后生活费自己想办法去。好。教授，兼职问题交接好了，我可以参与。你们三个听着啊，不准欺负师弟师妹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。嗯，好。谢谢老师。嗯。师哥，你的快递。
快递，放那儿吧。师姐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再去帮我和一桶泥吧。已经有三桶了，还要？操，我都忙忘了。那你去帮我再锯一根木头吧，20公分粗，50公分高，好吧？电锯重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到电锯这么重。松手。你没事吧？你干嘛？过来，压着。干嘛？要多大的？20粗，50长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来了以后净打杂了？师哥师姐好像有点挤兑我们。无所谓，我只是来挣钱的而已。我是想跟你说谢谢的，对不起。子成，哎 ，hello。贾思成，我找你好几次了，每次你都躲着我，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不需要躲着你，你为什么这么想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以前的误会说清楚？他一直误会我，这是你的目的吗？抱歉啊，我什么目的啊？什么误会？我什么都没做。难道你以前对我的好都是假的吗？林薇，毕业后我一直在忙雕塑课程，比较忙，确实没回你消息。但我向你保证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。人和人之间的喜欢都是自愿的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秦深和你一起做项目，我们是同学，一起做项目很正常。那你能不能帮我？我们组还有事等我，可以先进去了吗？啊，好吧。师兄，我没有私自换原料。正常一个公司的原料配比都是一样的，不可能出现这么大差距，除非是假冒伪劣的。袁倩，你是不是图便宜找那种街边小店没有营业执照的地方买的？我没有。师兄，你不能颠倒黑白，明明是你让我去校门口买的。好了，别再吵了，现在吵这些有什么用？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想办法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。向南师姐，既然你说换了颜料就是千差万别，那我们大一新生就更不能背这个锅了。我的确是向师兄确认过的呀，对吧？要不我帮忙修补吧，我学过，大家都别太责备袁浅了，人都有疏忽的时候。我只是觉得师姐说的没错，我们还是先想着怎么弥补吧。这事和袁浅没关系。师兄，你是不是妄加固化剂了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硫化现象？我怎么可能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？是吗？那儿有一桶昨天没用完的油漆，要不我们现在就给雕塑上色，看看明天会不会硫化。王泽，你是不是没有加固化剂？什
们俩谁会上色？金山，你会吗？那这样，我负责重新上色，秦晨帮一下我。袁浅，你和思成负责打一下下手。好。希望时间还来得及。来。在这儿，刚睡过头了，真够狠的，赶紧想办法出去啊！哎，你帮我把上面这个打开。别做无用功了。怎么是无用功了？把门打开，咱俩就能出去了。你不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哎哎，开了！你还不快把我弄下来！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抱我的姿势怎么不知道好看一点？什么？没事。走啊！袁浅在里面吗？袁浅。用后去，离门远点。啊！干嘛干嘛？保安大哥，就是这里，我朋友被锁在里面了。破坏公物！别急啊，给你开。等一下。给，谢谢。宋思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整天没回我消息，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。我就只能在你宿舍门口等你了。嗯，我手机。你看，我又救你一次，这样算起来，你是不是得以身相许两次了？就算是许，得许给保安大哥，他开的门又不是你。你就别祸害人家保安大哥了，祸害我吧。咦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肉麻呀？我还有点不习惯。哎，秦生，你没事吧？喂。不许看江南上。那你拉我头发干嘛呀？你怎么会和他关在一起？巧合，你以为我想？配合的还不错，非常好。师姐，秦深，你帮我拎一下水吧。谁的？陈启南和一鸣的，他们俩打完水就被金教授给叫走了，让我帮忙提回教室。让他们自己拎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等了半个小时，人都没回来，水桶不能就这么扔在这儿吧？如果丢了，就让他们自己买。我都答应他们了。那我提两趟，你帮我开一下。
等等。你受伤了？是雕塑工作室的那个铁丝？没有。明明就受伤了，干嘛逞强？那个铁丝有点尖，擦到了一点。跟我走。伤口这么深，肯定很疼吧？为了感谢你的解救之恩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你没时间也没关系，都是自愿的。药你拿回去，记得按时吐。几点？啊？我说几点？那七点见。来食堂部吃饭，专程来看我？我有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跟你无关的事儿，你别管我了，快去忙你的吧。后厨开会了。后厨要开会了，快去。那我去开会了。好爸爸，以后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哥，还没走呢？等谁呢？还没走？我没在等人。
我看书呢。你雕塑系的，看什么油画书？兴趣。我说你有时间浪费在这儿，倒不如去看看我训练了。我过段时间参加全国大学生赛艇选拔赛，你要不要过来给我加个油打个气啊？你宋思怡魅力这么大，还没有人加油打气？我不要别人的加油，我只要你的。你今天在等谁啊？不关你的事儿，就别问。我以前也像你这样等过一个人。小的时候我要搬家，他说一定要来送我，我就想到还欠他一个游戏币没有给他，所以我就一直等啊等啊。后来直到我走了，他都没有来。是这个吗？是啊，可惜他没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出门的时候遇到邻居哥哥，别人给了他一串糖葫芦，他就屁颠屁颠的跟人跑了。你说那个人是不是特别没有良心啊？那我能问一下，他当时多大吗？多大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如果那个人的心里没有你，那么所谓的约定，就是说说而已。所以你今天是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今天怎么？我是说，你今天得赶紧回宿舍了，再等下去没有什么结果。现在就回去。还有，我没等谁。给你的，所以这就是你道歉的礼物。我多挖了一桶，用不完的。哎，袁浅，上次你跟我说那个准确比例的方法，你能再跟我说说吗？我有点忘了。好啊。那我先过去了，谢谢你用不完的你。
上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同学，您这欠款12元了。这是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是我的。谢谢啊。你放着我们班节目不管，跑人雕塑系献殷勤，图什么呢？老师一定让我做主持人，这样我肯定没太多时间排练了。而且你们都跳得那么好，也比我排练的时间多，我怕会拖你们后腿。雕塑系，朋友之前帮过我，我实在不好拒绝。对不起啊，也真挺为难你的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好好准备主持的工作，也算是为我们舞蹈系长脸。我听说有人跳楼了，谁呀？你跳楼跳什么楼啊？你不是跳楼，是一鸣和陈启南他们两个那天头被那个床架子给卡住了。哎哎，你等，吃你的，吃你的，你说话。快！后来啊，这情绪折腾了好几个小时，没折腾出去。最后打电话给那个消防员说，再把人救出来。原来秦志爽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启南，原来是你在浪费公共资源。shut up！ 你叫谁 shut up 呢 ？shut up 不是叫谁，是闭嘴。不是我没叫你 shut up， 你快没有叫谁？你以为是什么傻大哥傻伯啊？一鸣，救我！一鸣，我脖子！孩子！错了，我是小峰！啊，别打了，我求求你了！停！谢谢大家，今天就上到这里吧。老师辛苦了。你喜欢他，是吗？刚才你问那瓶水是我买的，所以才把它扔了，是吗？袁浅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啊！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林薇处理完了，她没事吧？想帮助她的人多的是，不差我一个。这话听起来怎么像是吃醋了？那你先走吧，这周我负责保管钥匙，检查完教室就锁门了。Thank you.
对了，那个，对不起啊，那天我不应该不听你解释。其实我也应该提前给你说的。就是啊，你要是有事忙忘了，你好歹给我发个短信说清楚。我发了。啊？苍天呀、啊，夸下海口容易，想一个新节目真的好难啊。袁浅，这次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。评委老师，如果你记忆力没有问题的话，你应该记得，我就是那个主意出的最多，但都被你否决了的选手。嗯？宋思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图书馆能干嘛？我怎么知道你来干嘛？但你一个体育系的，总不会是来学习的吧？袁同志，你这个偏见有点深了。我们体育系的也有文化课，当然要学习，顺便找一个一同学习的姑娘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我要给你提一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我的建议是，找男朋友可以找我这样的。你是不是在为新的校庆节目发愁，准备组织新的，怕被刷了？我说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谁啊？必须得有眼线。所以呢，说重点。古希腊神话是古希腊雕塑艺术的起源，你们学雕塑的为什么不从古希腊神话和雕塑的结合考虑呢？说下去。没有好处吗？没有好处的话，我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啊。没有好处，爱说不说。我是觉得吧，你们可以做一个大型的科普，科普古希腊神话和雕塑，做一个脱口秀的那一种寓教于乐。你这叫节目啊，简直大型催眠现场好吗？袁浅，你觉得呢？秦深。我对不起了秦同学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我可以坐这儿吗？有事儿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咱们班不是要出一个节目吗？一时半会我也想不到更好的，就想着要不然表演一个现场复述。但是时间有限，必须要找一个技术好、手速又快的。陈启源就强烈推荐了你，他说啊，你心无旁骛，手速第一。什么？愣什么？嫂。你是有东西要发给我？上次的事情过后，我发现我们没有加好友。嗯，也好，节目上有什么事还可以互相商量。这种节目没人会看的，趁早放弃吧。你没试过怎么知道？我都想好了，你现场捏一个校长。我觉得那个体育男的建议还行。你说那个雕塑史上的巨型催眠现场？如果是希腊神话和雕塑结合在一起的话，怎么样？我怎么没想到？我真是服了你了，天天化妆，我们是来采购当苦力的，有什么好化的？我懂什么啊？天天化妆是对路人的尊重。你俩咋这么默契？我们不是约好八点半吗？都九点了，还有不是说好就咱班的吗？怎么还有个外国人啊？啊！早上好。您老怎么来了？特地来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有信。你快走吧，我们班级活动，你参加不合适。你这就过河拆桥了吧？要不是我提醒你们希腊神话，你能想到这个节目？再说了，我虽然不是你们系的，但好歹还能帮得上忙。
你能帮得上什么忙？搬东西。哎，咱们雕塑系自己也有好吗？我们老秦更厉害，是吧，老秦？走了。走了。那我们也走吧。摔伤了。你试试。不好意思。秦深，嗯，这么早就走是要去排练吗？我也要去排练，一起吧。那天谢谢你没有出来，不然我就丢脸死了。哪天？谢谢你的绅士风度。我能看出来，我们是一类人。我跟你才不是一类人呢。我可没你那么吹毛求疵。现在看来，我们的确不一样。是吧？你不够优秀，这一点我们不一样。我收回刚才那句话，绅士风度在你的字典里根本没有。去排练走左边。我喜欢走右边，做自己。再见。快点给妈妈好好涂。会，老秦，你既把他胸口这块也补一下。我今天一身白，我怎么开会啊？陆佳宁，别打电话了，赶紧化妆吧。哦，好。哎，行了，我先不说了，先挂了啊。你太费工了。那个，大家听我说一下。我看找一下你的。你们的衣服我已经赶制好了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。怎么了？其余几袋的质量都挺好的，就是这一袋布料特别差。你们看，怎么了？这袋质量太差了。抱歉，不是我买的，我没注意看。现在找老板换还来得及吗？这都一个星期了，老板会换才有鬼呢。太坑爹了。没事，这块布就做我的衣服。我小心一点。那怎么行？你可是 C 位。没问题的，我没有什么过激的动作。那我先走了。喂。啊？你头上怎么有白色的东西？可能是帮陆佳宁抹颜料的时候蹭的。有句话，不知道能不能讲。你该洗头了。再见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我比老秦帅！说明你现在越来越不要脸。不过咱们这次得第一的事儿，一定要大力宣传一下。对，哎，我记咱们班那个谁来着，在记者社，你说的是袁浅吧？我们班就他在记者社。是，找。要不，我们让老秦没色诱惑一下。
玩笑。不过我觉得可以啊，老齐，要不你滚。再想别的办法，再想别的办法。冷秀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咱们来这么早干嘛？早来早准备，避免突发状况。你们要喝点什么？我去买。农夫山泉。农夫山泉。好。你好，袁浅。嗯，你好，我来找他琴声。他还没来，要不你先等会儿。嗯，行，那我去门口等吧，谢谢。都不跳舞了，他又来干嘛？肯定是为了某直男而来的。他来不来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肯定是因为春天来了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先就练到这儿吧。解散。辛苦了，辛苦辛苦辛苦。林姐，干啥呢？赶紧收拾东西走啊。都累傻了。你今天下午就怪奇怪的，完全心不在焉。走了。琴声，你还吃这些东西？居然买这么多！别人拿来的。礼物又来了。这不是我的。什么？这是陈启南的，我只是一个搬运工。魔道中人，那不是跟我解释就跟你解释呗。讲真，我早就觉得你俩的小电波有点不对劲啊。拉倒吧，你还不承认打我。你怎么还没开始化妆？我这就去。你闺女，你来了，美吗？仙女。哎，太早了，在里面了。轩轩，快帮我看一下我的车。怎么样？你腰带弄好了吗？袁浅，来箭头。为了舞台效果啊，你的那个金角鹿还是给弄出来了，但是它只是一个背景，没有什么作用。你就跟彩排的时候一样，站在那个可移动的定点区域。在那里面做动作，到时候会有人来拉动你的。你老捂着你这胸口干嘛？这是不是有点太……你看我们大家不都穿成这样吗？希腊风嘛，就是这种飘逸又性感。好了，都涂白了，能看懂什么呀？我先走了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这个位置特别重要，千万一定不能出错。加油，走了。不要，谢谢。我们什么时候上场？听通知，好几个节目都已经超时了。笑什么？我们的这个造型啊，不在舞台上看的确是很奇怪。你这身倒是挺硬气的。但你这身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怎么？我印象中阿波罗的几个雕塑造型都是不穿衣服的。
我怕不是这个意思啊，瞎说什么？衣服还是要穿的，不穿就被抓了。好多人呐，都还算紧张。别想，我的美杜莎造型，马马紧。看着好像有点恶心。快快快快，我们节目准备了，去那边后场跟我来。走走走走走。我们的主持人居然是这个垃圾。 兄弟，我突然发现，这衣服好适合你哦。你在台下能不能不要捧我的身体？你干嘛推我？老娘要生气了！你瞧瞧你自己的样子，你还没有挨打，你要感谢宣州大学校训严格。你们两个半斤八两，有这么跟爸爸说话的吗？妈妈也不太开心了。你们两个一会儿拍照的时候，尽可能离我远点。 不想和你们被拍进一整周，不可能，谁也不可能拆散咱们一家三口。就是。感谢艺术学院舞蹈系带来他们的精彩表演，除了舞蹈系，艺术学院雕塑系也带着他们的节目来了，据说是我们彩排的第一名。下面，请大家一起欣赏雕塑系带来的古希腊神话秀。 感谢雕塑系的同学精彩的表演，下面有请舞蹈系的同学带来他们的节目。你怎么来了？嘘，偷溜进来了。为什么？前排没位置，舞台下面除了拍照照相的不让站着，这里视角。你来看袁浅的？别怕，应该是一对吧。看着我。